我呢是一个案例啊，林筹码早就走进迪斯特的 online 做生意了哈、哦。我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淘汰了哈、哦。啊，懂吗？政府呢最怕你们呢自己淘汰自己，所以呢，政府呢要帮你哈、啊，快点卖涂料，赶紧。阿公爱倒卡求你嘞，哦，人家要帮你，人家要帮你，做梦你不要，人家要拿钱赌 make your job easy。人家要帮你，你别怕什么，生意走向数码化，扛头就会越来越大。哎呦，你们看，我这个案例已经在网上卖衣服了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伤脑筋咯。Hello, FirstCom,、哎、我要网上做生意，你们可以帮忙哈、啊。